我要先感谢黄老师、施老师，好，董事长，还有在座所有的来宾，大家午安，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午安。很感谢大家来到彰化里，这是一个很温馨，比较属于比较旧的社区。我们主张的是彰文之美，希望呢有这样的机会。那结果其实是我们真的很幸运。基金会它已经十几年也在全国做脑展的展出，而且也有做这样的活动。那很感谢呢，陈蒙董事长还派、我是说派为什么呢？派王会长、王执行长来到我们彰文里去明察暗访，知道说彰文里喜欢义文的活动。我们两年来，像今年是第三年，已经办了一个新月国乐团的乐团的演出，就像刚刚那样，一看哈、很可惜，今天没有办法全员到齐。我们在10月30号的时候是101个人在这个台上演出。这个都是我们山区我最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，这么棒的合唱团，在木栅的话是要很抢手的，在文山区是要排队，经纪人都在这边哦。那所以能够请到他们就是我们这101个人在这个台上。感恩基金会来到文山区，来到彰化雨中，来到彰文里，我们用最好最好的一个分享，然后最有的爱心。我们包括彰化的团队都很期待这样的一个乐活的团体、健康的团体带到我们彰化来。所以我们在这一次今年的李林长演习上，我们就到区公所对43个里的推广介绍，希望从彰文里集美女中这样的一个社区、这样一个学校的一个展览做互动教学，还有包括这样的嘉年华会能够互动到推广到从文山区，包括全台北市，包括所有台湾省，大家全国都知道。每一个社区只要你愿意，你都有机会把这么健康这么快乐的团体带到我们每一个社区去，散播到全国每个角落。所以其实对彰化来讲，我们只能说今年我们最幸运，今年我们最幸福，包括在座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大家都能够健康幸福，长长久久。哇，谢谢。